那咱们现在就行动吧，这等了都快2个小时了。就是，万一他老婆孩子今天晚上不走了怎么办呀？不会的，平时5点就带孩子去参加补习班了，今天也许还在收拾东西吧，再等等。还等？不是侯处长，你知道现在可邪了吗？就是跳楼成风啊！我友情提示啊，咱们这个赵大处长，他家可住4楼。4楼。 加班，啊，还加班啊？我们这都大眼瞪小眼1个多小时了，还瞪啊？接着瞪。今天晚上有任务，哪有那么多任务啊？你的大好青春都已经耽误了，就别再耽误我跟周正了呗。给我们俩点时间谈谈恋爱啊！谁敢耽误你们俩呀？就在这儿谈，不算你们干私活。 陆处长，您在这看着，我们怎么谈呀？你们不是老说我不会谈恋爱吗？两位老师，就在这儿谈，教教我呗。老陆啊，你这是让我们加班躲避相亲吧？我是要惩治叛徒。 是赵德汉吗？啊，不是。搜查令。给我进来。哎，你们这干什么啊？这么四处要明点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搜查？不是，我这有什么好搜查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啊？不，你们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的头上吧？哎，小老百姓。 我们还真不敢欺负。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反贪总局的？怎么，没听说过？就是专门抓贪官的，所以你得配合我们。我是串通了你妈，咱吴法官，又给你物色了个对象。 可我这不是关心领导吗？我是希望你早点结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甭跟我来那个，结了婚就幸福了。林嬛嬛，我还告诉你，万一我不幸福啊，我加班加死你。哎哎哎，嬛嬛，算了，咱们啊也不为难陆处长，我下次再请你。哎，这关键时刻呀，还叫周正，有觉悟。 他哪叫觉悟啊？只要不让他花钱，他比谁觉悟都高。喂，是，检查装备，准备出发。是。
遂告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接到实名举报，称北京某部委一位处长涉嫌巨额受贿，汉东省荆州市一位副市长也涉案其中。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要求汉东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立即配合北京行动，协同调查。季检察长，您这是？陈海，你胆子不小啊！和省委一声招呼都不打，你就要抓一位厅局级的干部，你想干什么呀？检察长，我电话里不是已经跟您汇报过了？再说，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指示，北京已经开始行动了，让我们把犯罪嫌疑人控制起来。如果因为我们行动迟缓让犯罪嫌疑人跑了，那麻烦可就大了。现在麻烦也不小，你想干什么呀？要行动了，你突然给我打个电话，什么意思？县长报告啊，什么都别说，行动暂时停止，跟我到省委进行汇报。行动不能停止，怎么不能啊？现在就上我车。立刻回局里待命，所有人不许离开。是。你们抓贪官怎么会抓到我这儿来了呢？有哪个贪官能住在我这种鬼地方？我这是个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啊，如果贪官住在这种地方，那说实话，老百姓啊，非得放炮仗庆祝不可。你是郭清平的，这一碗炸酱面就把晚饭给对付了。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你可不是老百姓，你是处长啊。处长算个屁呀，在北京啊。一板砖下去，能砸倒一大片处长。和你这个处长不一样，权力大。我都听人说了，拿个部长跟你换，你都不换，是吧？权力大小，那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有钱就可以任性了啊！我不是说你啊，你这个同志，你的思想觉悟啊，真是有待提高。说得好，听到没有啊？有权不能任性，但可以谋私，是吧？啊啊！高书记，陈海就在我车上呢，我们马上赶过去。好，一会儿见。侯亮明怎么跟你说的？猴子说北京的嫌疑人一家人都要出国旅游，这不是怕跑了吗？所以要提前行动。他让我们把这边的嫌疑人给控制住。这是他个人意见，还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指令啊？我问他了，我说你是代表你的猴山呢，还是代表最高检反贪总局？他说他都代表，手续正办着呢，回头通过最高检的这个特殊渠道过来。传过来没有？这不在办了吗？这么说还没传过来啊？那你不能听他指挥，出了乱子谁兜着呀？不管怎么说，反贪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他侯亮平就是一个侦察处长，级别还没你高呢，他指挥不了你。季姐，不能这么说，人家猴子升了，现在是括号副局，好不好？哼，这猴小子还真进步了。我说你们怀疑我到底有啥根据啊？有权利就可以腐败啊！跟你们说实话，我在的这个位置，嫉妒我的人呐很多，想看我出洋相的人那也很正常。那今天我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呐，别再瞎操心了，都没吃饭吧？赶紧回去吃饭去。嗯。赵处长，依我看呢，这谁都出不了你洋相，但凡出洋相，全是自找的。我们今天为了不让你孩子看到你出洋相，在你楼下等了两个多小时呢。我
我说你老婆今天在家磨叽什么呢？平时周六不是早带孩子去上补习班了？你们连这个也知道？我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你。你孩子今天该上英语补习了吧？要不是老师说临时有事儿啊，他们娘俩早就走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父母的都一样，谁都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说我那孩子吧，一年补习费就3-4万，那也得投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得苦着自己。对，差点忘了这茬。说1000道1万，我们不属于侯亮平领导，我们属于汉东省委领导。要抓我们的副市长，还得经过省委同意。可是纪检察长，最高检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侯亮平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他要求我们协助办案，给手续我们抓人，那没得说。我知道我们是双重领导，可问题是手续没有传过来嘛，所以我们才紧急到省委进行汇报，这也是积极协助他们工作嘛，你说是不是？哎呀，陈海呀，遇到事情啊，不要急，多动动脑子。咱们汉东啊，有些复杂。先不说高育良书记，就这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康，你我惹得起吗？你要抓他手下的副市长，连个招呼都不打，出了问题，我们被动不被动啊？别忘了，他是省委的常委啊。我得给猴子打个电话，他还等我电话呢。胡处长，在书柜里找到的存折，多少钱？加起来一共是125630。欧元还是美元？人民币。我说同志啊，我总不至于连这点存款都不该有吧？不至于，不至于。这些钱还没我家多呢。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没有。同志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搞错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党和人民啊，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你说我能辜负党和人民吗？不能。正因为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所以啊，才会经常遭到这样的重伤。习惯了。哎呀，不会是我们真搞错了吧？这查到廉政劳模家了。哎，你慢慢吃。陈海，你开玩笑吧？没跟你开玩笑啊！我现在正在跟纪检察长赶往省委高育良书记那儿呢。让你们纪检察长接电话。你等一下啊，纪检跟你说。啊，侯大处长有什么指示吗？纪检察长，我哪敢指示您啊？这么多年不都是您指示我吗？哎，这个情况呢，陈海应该都和你说了吧？我这的手续啊，一时没下来，您就不能帮我个忙？正在帮你忙啊，所以才紧急赶往省委汇报啊。哎呦，等你们汇报完了，这黄花菜都凉了。通融通融不行吗？黄瓜菜凉了不要紧，我再给你上一盘仙桃怎么样？我别的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的黄花菜。好啊，那你向高育良书记去要啊，你们是熟人呢。他是你的恩师吧，高书记啊，高书记能帮我举人吗？我到头还不是得找您啊，您是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吗？我这黄花菜要是弄丢了，我非得来汉东找你们赔。好，我陪你。这孙猴子还赖什么？不过纪检察长，我们确实要小心，毕竟北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倒也是，万一出了纰漏，走漏风声，
我们没法向最高检交代啊。这样吧，你现在就通知下去，让陆亦可他们盯紧了，千万别让丁义珍溜了。陆亦可，马上带着一处的同志到现场，盯着目标，等我的命令。是。杜处长，丁市长就请了我跟华华，没请你们呀？废什么话呀？这能不能蹭上饭还不一定呢啊，得看你们的本事。要不然啊，连盒饭都蹭不上。你太小瞧我们了吧？还有我林华华蹭不上饭。丁义珍在哪？寒冬国际酒店。他在那儿呢。郭明峰项目会正在那儿开呢。大家昨天我还在我们公司大会上说，没有丁市长您就没有我们集团的今天，所以谢谢您，我谢您。来哎，行了行了，李总啊，你要真想谢，就应该感谢咱们市委的李大刚书记。其实我呀，也是给咱们李书记打工的。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先生，请问您二位是？驾驶员陪领导来的。哦，二位这边请。国土和矿产资源这一块一向是腐败的多发区域。金州市的一位主管副市长和省厅的一位副厅长，就是倒在这个位置上。这位丁副市长看来是腐败掉了。最高检反贪总局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丁副市长涉嫌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省的一位市长受贿，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先知道了？昌明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高书记、李书记，事情是这样的，福建的一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的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没有批下来，这位处长也是贪了点儿，事情没有给人家办成，还不肯退钱，这位投资商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这样一来啊，不但举报了那位处长，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咱们的丁副市长也举报了。集合。都去楼下等我。收队。诸位慢走啊，不送了。赵处长，真的不送我们？我这面条还没吃完呢，汤都冷了。讲究啊，原汤化原食。行，等你，等你把这面汤喝了。你非得让我送你干什么呢？什么都没查出来，心情不好。再说了，你送送我们又怎么了？当了大处长，连客人都不送了。行行行，送送。啊，穿个外套，外边冷。哎，行。这么说，这个涉案矿在咱们汉东省？是，就在我们荆州市。玉良书记有所不知，我们现在荆州市正在搞煤矿的资源整合，我挂帅，具体丁义珍抓。所以啊，这投资商才会对我们丁副市长进行贿赂呀。玉良书记、大刚书记，你们考虑一下啊，是不是
先由省纪委把丁义珍给归起来。嗯，我同意齐厅长的意思。老靳，嗯，你是检察长，谈谈你的意见。啊，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呢，已经把立案的手续传过来了，让我们拘。可要是归起来呢，也行，先把人控制住嘛，以后不管怎么样都好办。但是，从我们检查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按照司法程序办，这样比较稳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还是倾向于先拘起来，是吧？是。江海，你是反贪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我倾向由我们检察院立案侦查，拘。